我一直希望啊，24小时当中他能播一个小时，或者播半个小时，每一天不间断，就能够影响啊社会风俗，净化人心呐、啊，灭一切冤害利益。这次去也是三宝加持啊，给北美卫星电视啊，这个电视台的董事长总经理啊见了面啊，我劝导他们，他们欢喜接受啊，先从一家开始啊，慢慢带动，希望全世界每一个电视台每一天都能够播放半小时到一小时啊，净化人心的教学，我们这个世界